尖东一带有不少商厦，形成一个商业圈。其中东海商业中心于1982年落成，有13层写字楼，电梯大堂以云石铺设，共设有6部客用升降机，每层面积大约22000平方尺。大厦呈长方形设计，故分间的单位亦见方正。物业享有双边景致，一边的大单位外望八周年纪念公园喷水池景，亦可眺望维多利亚港海景；而另一边面积较小的单位则外望加连威老道一带景致。交通方面，物业位于连接红隧行人天桥出入口，步行约5分钟可达红隧巴士站及红磡站，前往香港各区亦见方便，亦可选择步行至尖东站，只不过5分钟的步程，交通相当方便。